河流淌千年，汇聚南北文化精粹，见证华夏文明繁荣。正值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在这水运江南、古城苏州的运河之畔，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2024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展示活动“运河情·江南运”第四届大运河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展示周及2024吴门望亭文化艺术季如约而至。搭舞台，聚活力，构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机制。一年一度的运河情江南运大运河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展示周今年已步入第四个年头。在这一文化盛世的感召下，京、津、冀、鲁、豫、皖、浙、苏各大运河沿线省市深入挖掘本地民族民间文化内涵，创新民间特色艺术形式，推动大运河文化从民间走向舞台，从历史走向未来，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跨地域，超时空，开辟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新路径。本届展示周，群星荟萃，好戏连台，由八省市共52个群众团体带来的器乐、舞蹈、武术、曲艺、小品等40个精彩节目，将集中在一周的时间内，以线上线下、户内户外的形式，直达百姓的家门口与粉丝的手机端，成为一场精准触达、贴近群众的文化盛宴。赏美景，品戏韵，打造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场景。苏州作为大运河文化带最精彩的一段，坐拥丰富而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展示周在吴门望亭等运河实景搭台唱戏，让运河文化在江南美景的映照下更为绚丽，让文旅产业在优质文化的赋能下更加蓬勃，持续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水运江苏文旅大品牌。运河情长在古今，江南运美展未来，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擦亮运河情江南运大运河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展示周品牌，为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助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麦田，再来一片高粱，十里河塘，十里故乡。Thank you.
在山里边传说住神仙，一块笨石头守了几百年，一朵丰收花年年开山间，一个甜蜜梦久久在期盼。家在山里边，春去春又来，一只小蜜蜂翩翩似春天，一朵佛手花酿出蜜糖甜，一块笨石头展开了笑脸。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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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从我而开，甜蜜梦而圆，结出我手过日子尽灿灿，一块的石头展开了笑脸，我的山村青年，我的家国家门前过，一朵朵兰花哟，一个个传说，是谁留下这片壮美的山河？这里的黄河水为什么
Thank you.